不着七界加展，如贵八界突然是太展起，航空商土地拆迁户，许多航空商联合服务中心调整抗议，佮你要求台湾市政府确实做到审议后查，提高平点单价，落前提提上物力价格尝试，确保全部都会合乎居民重建所需之后，再重新计盘。我记住三字。几百间航空商拆迁户进行口号来布条抗议提价不公平，无重视民众的权益，要求市政府为了重视民众的意见。许多拆迁居民表示，虽然当然支持政府的政策，但是平点单价新北市是来到新民改建，怎么突然是干那新民改建哦？桃园市公民监督联盟亲切的指出，遐尼价交单唔合乎重建的本钱，所以要求再过评估了后，将来签遐尼价交。未建议优先搬迁，先去后查来做，由人民自家来审查，保障用市居民的权益。我们诉求很简单，政府要怎么开发，我们没意见，请让我们能够和平移转就好。在整个征收案里面，我没有看到政府考虑我们人民我们一般老百姓的生活，我们是很努力的在生存生活。可是他只有看到钱，他就是用所有的钱来告诉我们，你们先搬，我给你多一点钱。为什么新北市15.1，那我们桃园市要12.1呢？哦，那我们在地的居民看到那个协议架构单，发现所有的都不符合重建成本。桃园市长蔡文灿讲，市府为推动大家民众走到田野去开发，很多的乡亲对了解拆迁补偿，基本来讲是接受的。部分不了解，也是自信不了解，市府为一对一面对面来说明。针对重建的土地分配，才得为超过30坪加。那我们分配的这个土地，这个建地一坪配一坪，农地100坪可以换41坪的建地，基本上都足以重建。那最小建筑的面积都会超过30坪以上。桃园市公民监督联盟亲身表示。金碧来抗议，还要表态居民的不满，要求市府重视民众的诉求。桃园市政府强调讲，新北违建无补偿。桃园市加码了后，超过新北市真多。市府会继续来判替上问，向你加交说明费，以对接面对面，用同理心听受居民，争取生态的权益同保障。卡卡新闻罗文泰，桃园报道。